访协会庄庭化妆总干事以及他的裁判们，给他们一个骄傲的掌声。他们这整天要非常的辛苦哈，谢谢各位。那接下来，我首先先介绍吴怡正议员，因为吴议员他还要赶到左营哈，他今天特别来到我们现场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么吴议员是教育小组的议员，感谢您的莅临。那接下来介绍的是陈丽娜议员，陈议员是我们小港地区的议员哈，那很多次都来参加我们贵宾娱乐赛，是实在非常惊艳的议员哦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要介绍的是。小港分局的分局长陈秀南陈分局长也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欢迎，欢迎陈分局长的莅临。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小港高中陈建明陈校长，小港高中喜欢受教管的都收听啊哈，我们有很密切的合作，谢谢陈校长的支持。接下来介绍的是凤翔国中许玉南许校长，也欢迎徐校长的莅临。接下来是高雄高工杨迪龙杨校长，也欢迎杨校长莅临我们的现场。那接下来呢，要介绍的是教育局资讯及国际教育科的科长杨志雄杨科长。接下来教育局的国际教育资源中心的卡瑟琪小姐。好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讲错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的是中华氢弹推广协会的理事长郑雅云郑理事长。好，那接下来要特别介绍的是马来西亚婆罗洲首席裁判长 Vino 来到我们的现场了，欢迎。还有一位呢，一样是来自马来西亚婆罗洲的裁判 Ricky， 也欢迎你，欢迎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特别介绍，我们高雄市政府与美国学校交流基金会合作，从美国遴选优秀青年，在高雄市协助英语教学。那么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四位美国的优秀青年老师，要在教育局资讯及国际教育科的杨志雄科长的领军下，也要来准备参加我们的贵宾娱乐赛。我们四位优秀的老师，是不是也站起来跟我们挥个手？欢迎你们！等一下，他们也要来比赛哈，欢迎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要介绍的是，我要掌声加尖叫声，接着是我们三届班的大家长杨淑慧杨班长。谢谢你们的配合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再用热烈的掌声加尖叫声，来恭请我们高雄市政府吴副市长吴鸿蒙吴市长为我们致辞。好，非常感谢哈，我们来自全国最优秀的比赛选手，最有活力的年轻朋友，大家好，好，看到大家哈，自己都年轻起来。我们高雄市哈非常重视这个比赛，所以我们市议会跟市政府每年都会组代表队来做。示范赛，我在这边我要特别的哈啊，代表我们陈局市长，欢迎各位来到高雄。那我们今天刚刚哈特别介绍过的，我们陈明娜议员、吴怡正议员也都在场，还有我们几位很优秀的我们国中、高中的校长哈，杨校长、陈校长、徐校长都在。另外要特别感谢我们今天的。裁判团啊，我们今天裁判团会非常公正的执行今天的比赛。我们从台湾从北到南，我们有11个县市，1600个选手来参加2016年的全国氢弹大作战比赛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台北市有没有来？台北市没有哈，新北市有没有？
这边都是哪边的选手？都是高雄的哦，都是有这个主场优势的选手。我知道哈，台北市、新北市、苗栗县、台中市、彰化县、云林县、嘉义县、台南市、屏东县、台东县，还有高雄市，11个县市啊，通通来到我们高雄参加我们的西岸大陆转比赛。那我们比赛两天哈，今天当然是初赛，每一队可以比赛两场，但是哈，跟各位年轻的好朋友鼓励哈。如果打赢了继续比赛，打输了就到高雄市去玩，好不好？对对，我现在说，我们前面说要跟各位提供一下哦，高雄市哈、哦、有几个地方可以去走走，如果没有去过哦，从西子湾啊、哦，西子湾是年轻情侣喜欢去的海誓山盟的地方。还有博尔艺术哈，我们一年超过400万的游客到博尔哦，是台湾经营最好的一个文化艺术特区。还有可以去尝试坐坐亚洲一条没有架空线的轻轨，或者是去台湾票选第一名非去不可的四季总图，还有拍摄啦，包括湖光山、陈清武人工哦，各位我们有。我想来到高雄，我们欢迎大家能够在这个城市享受阳光，享受我们高雄最热情的人情味。那在这边，我再一次的，我们要预祝我们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。但是哈、哦，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，那也希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大家多多交一些好朋友，那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假期。那也在这边哈、哦，非常感谢我们包括一演一员都在场哈、哦。那等一下我们就正式宣布比赛开始，由我们的市议会代表队，还有我们的市府代表队举行一场示范比赛。通常我们市府代表队都不太敢赢市议会代表队，不过我们还是认真比赛，认真比赛哈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我们市长支持。那我们高雄市的议员哈，吕宇婷李议员也来到我们现场哈，我们要掌声欢迎李议员，他也是教育小组的议员，谢谢李议员的莅临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请所有的嘉宾就我们的设置位置，我们要来进行第13届的全国气氛大作战的开幕设计仪式，是不是请所有的贵宾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就我们的设计位置。来，我们的裁判，请将枪支准备好。我们的舞台上有2个波特气球的保卫，那请来宾分成2边，准备带枪射击。好，那我们有穿气弹服的，好，站在这边。好，对。那等一下要请各位选手，他们在射击的时候就给他们一个掌声加尖叫声来给他们加油一下，因为他们现在在热身，等一下要进行那个娱乐赛哈，所以要请各位选手也给他们掌声哈。来，我们请嘉宾面向我们的气球法，来，请我们的裁判将枪支拿给我们的各位嘉宾。哎，要请各位选手也给他们掌声哈。来，我们请嘉宾面向我们的气球法。来，请我们的裁判将枪支拿给我们的各位嘉宾。
我要开始倒数哦，三、二、一，全胜！哦，我们上次给他们掌声要跟要声哦。哇、哦、哇，总哥比较厉害耶！哇哇！看来我们的出人意料，出人意料。陈秀兰陈分局长也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欢迎陈分局长的莅临。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消防高中。陈分局长的莅临，好，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陈盆地纳议员。陈议员是我们小港地区的议员哈，那很多次都来参加我们贵宾娱乐赛，是实在非常惊艳的议员哦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要介绍的是小港来首先先介绍吴一正议员，因为吴议员他还要赶到左营哈，那今天特别来到我们现场，谢谢谢谢。那么吴议员是教育小组的议员，感谢您的莅临。那接下来介绍的是承办单位高雄市气象推广协会庄敏化庄总干事。